就由我们十强选手当中的邝碧万。流水无情，便让恩怨爱恨两头
谢谢。在后台听到他每一次变一个声道，你们就跟着尖叫一次。哎 ，B One， 说真的，你的身体住了几个人啊？一个 OK， 心里有一个小女孩，心里有一个少女心吗？OK， 凯婷，怎样？对于这位双声道的，我觉得我太倒霉了，对吗？会不会老是？不是，我觉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。他是变女生，我是变男生，对吗？你 man 了点，我 man 一点，对 对, 对，我也是觉得我 man。 没办法，我们都觉得我们 man 了一点，我们都去了那个少女心。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位选手，你看他女生的高音完全 handle 的轻松的嘞，我们在旁边看，人家的高音随便就上去了哦。真的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让 Billy 老师来说一说。不用讲东西啊，观众都给了分数了嘛，对不对？谢谢老师。那我们就来问一下 B One 好了。B One， 其实说真的，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既可以唱男生，又可以唱女生？其实我也不懂。你也不懂。就是、其实 有一次参朋友去 KTV。其实你有朋友吗？你有朋友的吗？今天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生活有朋友吗？有。我怕你生活没有。